温先生，是你吧？能不能把灯打开？你看这么黑，我们好像不太利于沟通哎。你不是不想见我，看不见正好。误会阿姨了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啊？你说，我想解除婚约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愿意结婚的话，你肯定不会逃婚啊！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啦？其实你是被迫娶我的，对不对？温先生，其实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子，你不必委屈自己的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我年纪还小，我就没了自由。我还有我的学业，还有我的梦想，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。我不会妨碍你。我很能花钱，什么事儿都能搞砸，俗称的败家娘们。我有的就是钱。我在外面有野男人，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。野男人？哦，不，你干嘛？有我野吗？带他来见我。什么野男人啊！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？这种阴晴不定的男人，就算姐姐再喜欢，我也不能再替他撑下去了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我去哪儿给他找个野男人啊？